28的歌手燕姿。好，燕姿要参赛的歌曲是一首闽南语歌曲《毒药》。两位评审好。变作是笑话，不知爱情是毒药，偏偏一切甲冷落，冻甲情花一直烧，找无一听个解药，不知缘分在怎么，一片痴心变落叶，山盟海誓早就无。谢谢燕姿的演唱，请留步。来，我们听一下史明忠老师的讲评。燕姿好，老师好。你今天的表现，在舞台上的表现呢，都是很稳定的，很稳的，这是你的强项。但是你的音色方面，还有你的高音部分的张力啊，应该再下一点功夫。好，整体表现是非常不错的。OK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燕姿的分数。来，唐宁老师给的是76.9，史明忠老师给的是76.5，总分是153.4。好，谢谢燕姿。老师，我们回去编号3。